好美哦。对，我觉得有点帅气呢。这里面还是磨毛的，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它是磨毛的。好，有口袋，两个有口袋，那这样帅气呢？又有点休闲，在哪里？有帽啊，还有帽子，可以仔细看，它一样做双面的。好，我很怕帽子有一些它没有做到双面，它的厚度不够就不会挺，里面要再塞厚一点的也都没有问题，好吧？外套有三个颜色，如果你们有喜欢，可以赶快再去下单。那冬天的话，其实可以穿一点点利落的感觉，很不错的哦。好，再来看一下我里面的那这一件亮晶晶上衣，亮晶晶。好，不会贴哦，不会贴，真的很好穿。这一件还不用介绍，其实就是一直都卖很好。大家穿吊带裤或吊带裙，这个直接穿里面就超可爱的。好，再来会看一下我身上的裤子，裸细纱啦，裸细纱还在卖哦。那如果说你们都还没买的，也可以去买，整件一样都是从裤管到裤头到腰头。都是松紧，完全不会透，完全不会透，好不好？这件裤子也是推荐给你，赶快去买啊！这件。